是你做还是不做，就是你接了招了，你说哦，我可以这么来解释，你做还是不做，这是个双刃剑。因为你做了，你从现在开始做了，你把重新改，这帮人现在都睡不了觉，改各种活动防止到底有谁知道啊什么这些，再被查出来是之后你重新又做的罪加一等，这回就真的逃不了牢狱之灾了。就你这是个双刃剑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是就是他们在激怒小崔的时候呢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人，而且这个人不仅是民间有威望，同时官方有身份，他是历年的两会代表，他是可以提案议案参政议政的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所以他不停，因为他觉得冯小刚从第一部手机的时候，第一冯小刚从没有道过歉，第二接着又是电视剧又是什么这些东西，而且冯小刚说了一句话他也不满意，就是说哎呀我就跟小崔开个玩笑，他没接受。这里边如果说你们要是关注冯小刚接受的采访的时候，你们就会看到有一个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，就是说就人太嘚瑟忘乎所以，其实阴阳合同的事情只要是明星你查十个人十个人有问题，不会是九个人有问题，但是中国的体制始终是民不举官不究，再加上有人去打点去那什么就算了，但是当民举的时候官现在就不可能不纠，因为不纠就是不作为，而且是两会代表实名检举，你纠不纠？所以真是到现在的情景的时候，是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些明星人人都睡不好觉，只有什么人才不做阴阳合同呢？你合同金额太少，犯不着做，只有这样的人才不做。所以我呢马上呢发一篇东西出来，这篇东西呢就是分析这个赢家与输家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呢，这是一个整个中国的普法活动，要把中国历来的这个就是立法很清楚，执法没有糊涂，立法很清楚执法很糊涂，这就是中国的宪法，宪法说了言论自由，你说个事对吧，法律很清楚，但是他执法的时候，可是这次让大家都知道了，哦，闹了半天有这么多人，其实你们都背着按中国法律来标准来，后来你都背着原罪呢，随时可能发生事儿。所以这是一次巨大的整个推动中国在执法过程中的这个作用，真正大的输家是所有影视的公司，做的越大的越输，越小的越不会输，因为只有大的公司才签几千万上亿的明星，在此之前大概今年二月份以前，电影局专门去找了这些，就是尤其是这些年轻的演员啊，就是签约过高，因为那个是要控制的。电影局出台了一个政策，就是不能明星不能超过你总制片50%，其他人演戏不能超过30%，就是不能低于多少，就有这个，就是想限制这个明星的这个签约额。但是效果是非常差的。电影局长张洪森专门把几个人找去了，包括这个吴亦贤是吧？吴什么？那个男的？吴亦凡。还有谁？一帮找过去了，就说就开会，说你们想干什么？
那个时候他们的身价在电视剧里都是在一个亿左右，一个电视剧哈，当然是很多集，基本上停留在使用时间停留在80到100天。其实范冰冰呢，当然是也是很那什么，但是比这个的厉害的还有，就是用你80到100天签一个亿。我看了那合同，到什么程度？不仅是说一个亿，无数的附带条款，就是第一不能动头发，因为我们知道武打古装戏呢，很多是要动头发的，动了以后影响他拍广告，影响他什么，影响无数的这个随时的宣传呐、推广啊。打造粉丝啊，等等等等，对不对？所以无数的这个条款，就是这么多钱，就卖给他80-90。其实我觉得多少亿不是问题，因为这个东西最终是市场决定。但是当你是这么多个亿，有这个阴阳两份的时候，你就等于背上了一个东西。咱们说好听点，就是你就得低调，你就得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否则，那你就说句实话，在中国这个处罚，再怎么处罚也是轻的，对吧？前面有例子，不管是刘晓庆还是毛阿敏，再怎么处罚，美国是什么？美国就更厉害了。而且美国，我这文章写的一篇一个观点，小崔要是在美国，这个范冰冰在美国这一举报啊。小崔一夕致富，因为举报是税务局给奖励的，奖到30%，就是他是什么呢？查到的税金的金额，偷税的金额，加上利息和罚款的数字的总和，高到30%，从15起，递禁止。你说他那7.5亿的合同弄出来，上亿了。对，所以我还有一句话，在我这文章里，就他一冲这合同啊。他不说一抽屉吗？就是一金矿，不用开采，拎出来就变现，就是这个情况。在美国可以变现，在国内就啊对，不，国内也会变现。他不用拎的时候，别人会说，你那个还给我吧。咱能不能来商量一下？那这个就他那叫他也已经有人给他，那他也不想变现。私了的这个事儿，在美国也常发生。是啊，肯定。这不是川普就想和那个女星艳星想私了吗？13万的封口费吗？不就是想私了吗？可是私了永远是有风险的。还有一点的问题在于什么呢？好，追究这个偷税漏税的刑法无期限，没有追诉期。不像有些东西说过了几年过追诉期了，这个没有追诉期，就这么久。我就说这么多，再想说的，请听下回分享。小崔还是说了，小崔下棋了。这个事儿的前景，稍微预测一下。前景现在是这样。你还录个完整的。第一呢，这个是首先这个事儿是正在进行时，现在最抓人的这一点就在于华谊、冯小刚，包括范冰冰和刘震云。怎么接招？你们就看这点，这个接招的行为将导致这个片子是拍一季还是两季？接的不好了，立刻变成升级版，然后变成真正是影视圈的大地震，对，人人自危，就这么个情况。回答你的问题。其实我觉得就是看国家要不要轻轻的放下。怎么个放下？因为其实现在全民都在监督国家，到底你要怎么做？现在看你19大以后，这就不是一个可以轻轻放下的事。是啊，就是啊。以前可能行，现在不可能。是。那我知道，是因为小崔的关系是非常紧，最早把小崔带过来。小崔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在第一线在做，反转基因，拍这个片子等等。最近是5月12号给他女儿在这边做的。毕业典礼，美国大学毕业典礼的私人 party， 你们要看我的微信朋友圈可以看。嗯，就是这样。四个影视圈，是啊，姜文这边也弄过来了。那沈总吧，发表一下，周立波到底为什么能够脱身？周立波怎么可以？全身而脱？这个再简单不对了，听错了。就是律师，他就是他判断以后，从法律程序上，只能找到漏洞，律师厉害。
是律师厉害，就是对，就是律师厉害，和新生案一样。他找到那个警官的问题了，他收证是不合法，是律师就把他推翻了，所以根本不按规矩出牌。原来的律师让他重新认罪，重新换取，重新发落。对，这就是非常错误的思路，就你不懂美国法。这是我另外一篇文章，就是美国是一个离不开律师的社会，但是怎么样使用律师有这么大的学问？对，他说美国有很多很差的律师的，是我看的，包括可能台湾那个也是、啊，妈的出错，出错早以后你一辈子就完蛋，还是无全身而退。律师啊，周迪波呢，算得不错。我的是外孙呢，想打。